厉害。如果你再去找他，碎的可就不是石头了。哥，我俩走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说走错了吧？你说你走。站住！走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能进入。等一下，这个电话很重要，我必须接。喂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一会儿打给你。多好，别碍事儿。Mm-hmm.